以西解书第六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群山说预言，说以色列的群山当听主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大山、小山、溪涧和山谷这样说：看哪、啊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，毁灭你们的秋坛，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废，你们的香坛要被打碎。” 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，我要把以色列人的尸体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，又把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周围，在你们居住的一切地方，城镇都必荒凉，秋坛都必荒废，以致你们的祭坛荒废被弃，你们的偶像被打碎、被消灭，你们的香坛要被砍下，你们所制造的要被除灭，被杀的人。 必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但我要保留一些余剩的人。你们分散在各地的时候，你们必有人在列国中从刀剑下逃出来。那时，逃脱的人必在被掳去的列国中想起我怎样为了他们而伤痛，因为他们动了淫乱的心离弃我，他们邪淫的眼恋慕偶像。 那时，他们必为了自己所行的恶事和他们一切可憎的事厌恶自己；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说要降这灾祸在他们身上的话并不是空话。主耶和华这样说：你要拍手顿足说：“哀哉！因以色列家一切可憎的恶事，他们必倒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，在远处的必因瘟疫死亡。” 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，那余下被围困的也必因饥荒死亡。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完全发尽我的烈怒。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偶像的中间，在他们祭坛的周围，就是在各高冈、各山顶上，在每一棵翠绿的树下和茂盛的橡树下，就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给一切偶像的地方。 那时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必伸手攻击他们，使他们一切居住的地方，从旷野到地伯拉他，都变成非常荒凉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